台北。啊，脚受伤了，脚受伤了这个。这传球很重要，接没接好，就变对方的球了，对吧？是。
你看到没？那个伤好多了。
下去比赛啊！昨天比赛到现在啊，不会吧？礼拜五练太凶了，然后又要比赛。没啦，礼拜五练太凶，平常没有在练。先最后一球。漂亮漂亮，林东那边有那个球，阿叔的话就挺紧张的。他不会踢啦。平手。平手呢？他一紧张摔手机。结束了。刚刚都是动的，动的是我们球的，这个就。
就赢了。时间到了。